模拟恶劣海向上第一轮射击发生偏差，大陆同龄舰快速调整射击正位，和其他舰艇再次合作对敌舰进行射击。接着又看到浮雷，大陆同龄舰加强搜索后用机枪击毁。这是南海海域大陆南部战区海军的舰艇编队所进行的长时间高强度实战演习。从15号开始，解放军在南海多个海域进行了多场实弹射击训练。不过就在第一天，大陆特地公布了美军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被发现沿着中国大陆东南海岸进行了侦察，范围涵盖了广东、海南、西沙群岛等。大遥控在外面响，已经炸响了。而除了军演，大陆也首度公布了几段新疆恐怖攻击案的画面，包括当街纵火、开枪、开车冲撞碾压，街道一片混乱。自1990年至2016年，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策划实施了数千起爆炸、暗杀、投毒、纵火、袭击、骚乱、暴乱等系列暴力恐怖案事件。从军演到公布新疆恐怖攻击画面，北京意图警告西方的反华势力和极端主义者，在台海问题和新疆问题上切勿贸然干预。 TVBS 新闻于兴汉、陈向如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